连明熙真性情，连亚洲鬼王都被俘虏，我好中意取。现年18岁的严明熙 Gigi 出道至今人气高起，早前更完成了他首个个人演唱会，并获得外界好评。虽然现实已升了为乐坛小天后，但严明熙仍一如以往贯彻率真谦卑的作风，连亚洲鬼王梁思浩都被他俘虏。由梁思浩、李斯贝和 Mandy 主持的电台节目《大家真风骚》紧贴娱乐圈热话。日前他们节目中的娱乐审死官环节谈起严明熙早前在社交平台放下偶像包袱，上载一张睡眼惺忪兼头发凌乱的素颜照，非常可爱。梁思浩笑言，那个女歌手100%无任何个 P 图，连美颜都无，我习污气粉叫粉醒就新了个样了。进过阿姐汪明荃抱汗葛张，渠头乱到好似打风干，渠真系傻得极可爱，傻到真系好似火星离干，我好中意渠，渠那张香笑到我呢，我弟玩那张香真系好中意。又单引号，梁思浩续指严明熙其实可以打扮得静静从火星来，但看完这张香觉得对方个人很真实，曲本身都有低条件，唱歌好好，加埋那张香更加喜欢曲。记得之前有记者问曲做捏泥葛张香低头发展开做，曲竟然又系火星答案，反问点样粉醒葛头发可以无展开，曲话人人粉醒都系干架了。我觉得渠将自己摆落底线，反而重真实低。又单引号，梁思浩表示，作为艺人，严明熙不摆这张香是绝对可以的，但他觉得无所谓。渠重有一张反学香，又记好好笑。原来渠反学都系一个萌饼样，即系电视剧里面鄙人无理无才葛批。其实好多边拍戏边反学葛，已经将自己整到明星干好亮。但渠觉得反学就应该学生各样，干样反而更加中意渠那个真实。又单引号，李斯贝也表示，看完严明熙睡眼惺忪那照片后，对对方大加分。他直言，好得意啊！时下好多10多岁的女生已经 P 图，例如整大对眼、整细块面，渠就严严调转，最正葛系。渠无卖靓女之余，重要系干有实力。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每天更新最新消息。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